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表妹哦。今天是中午的潮水，下来赶海了哦，出发。哎，哇，这里有鱼，看，这个是沙丁，哇，好大一条哦。这里也有一条。哎呦，哇塞，逃得好快！哎，这里也有一条，哇，这一条，哎，还可以，带了，鳃是鲜红色的，因为现在也是刚退潮不久的，所以说颜色比较鲜艳的，咱们就带走。哇，这里有个螃蟹，哎呦，好难发现哦，哦。超大一个兰花蟹，继续打，那条鱼跑得好快哦，一缩一下就没影了。这里，哦，这条好小啊，这条我就不要了，而且它也是缺氧的了。沙丁，沙丁鱼好吃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这是啥？哎呀，抓到了！这个河豚好小啊，河豚不要。一个青口，个头小了点。哎，这里有一只螃蟹。哎呦，还会动的，哇，跑在那里晒太阳的吗？是不是现在天气比较暖和，所以说出来晒太阳了，来了。这个河豚挺多的，但河豚的话，哎呀，好玩好玩，河豚最好玩了，看那肚子好大哦，看直接浮起来。但是河豚的话，它是吃不了的，因为它不会吃有毒，而且它个头也小，所以说我们干脆就不要。哇，这里有一个，那这里有一条好小的，哎呀哎呀，这条沙丁好小啊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小了，这里还有个河豚，哎呀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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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这呜。好鼓，神器好鼓，好好玩，而且它肚皮这里啊是有摩擦的哦。哇，这里有几条？哇，这几条，这两条是乌头来的。哎呦，哎呦呦呦，哦，是刚刚那一条吗？这条先抓了。哎呦，我感觉都要。在这里，哇，这条也可以，这个直接拿来煎或者是拿来煮汤都很好吃。哦，一下子穿过来的，哦，这里有河豚，看到没有？今天好多河豚呢、啊，这里有条沙丁，腮红的，这一片有什么？这比较浑浊，看不到。哇，这里，哎呀，还会动的。这水再低一点的话，再少一点的话，就马上缺氧的。因为现在潮水退的比较下的。哦，刚刚这里闪过一条鱼，好小啊，看不到了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是沙丁来的，好小。不管了，跑了，不管了。这里，哇，这个螃蟹还挺大的，这种螃蟹个头不会很大的啊、哦，但是它这个个头很大，不要。哎，沙丁，沙丁。这里又藏了一个河豚，今天看到好多的河豚，哎呦，哦，嘿嘿，哇，也太快了吧，条鱼哦。哦，这条鱼受伤了，被东西夹过。鱼鳃是新鲜的，带了。
应该是被螃蟹之类的夹的。哦，这脚这里啊，哎呦，好能打哇、啊！一下子就串走了。花盖，哟，花盖的话，它咬人挺疼的，而且它这边的刺特别的多。应该刚刚那条鱼是被它咬的吧？哎，这边，哦，这里有一条鱼，对了，这里一个狼花蟹。这边海草比较多。哇，这里你有好凶啊，而且看着水灵水灵的。看这里好多水分在这里。哎呀，我们在这边发现了一条鱼，现在过去看能不能抓得到。哎，哇，可以直接躲在那边哦。还好速度快一点，这东西哦，看这里，哦，有一条躲到洞里去了，不过挺小的。哎，这里，这边找了几个螺，再找找。哇，这个，哇，这边螺还挺多的嘛。哎呦，这里还有个壳，还有捡，又挖到一个。想的哇，哎呀，哦，不少哦，也想，哎呦，还有声音，手快装不下了。而且个头不错，这沙白拿来煮那个冬瓜汤好喝。这里有两个，正沙白的话，到市场上面卖的话，最少要卖到10来块钱一斤。要是到城市那里卖的话，去到16、17块钱一斤了。乡下的话就便宜。这里有了，
今天收获还可以哦，转了好久了，回家了。如果喜欢阿梅的视频，可以关注一下，下期见哦，拜拜。